本期话题：粒粒净能治疗早泄吗？张志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粒粒净是治疗早泄的一线药物，也是我们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有治疗早泄适应症的那么唯一的一个药物。当然现在我们粒粒净实际上学名叫盐酸达珀西汀，那么现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就是我们国产的盐酸达珀西汀，那么它治疗早泄首先是安全的，第二是有效的，那治疗早泄有效率是在70%以上。那么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说射精潜伏期，就是我们从插入阴道到射精的时间一般可以延长2到4倍，那么所以说呢，它还是目前来说我们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早泄的一个药物。那既然它是治疗早泄的药物，那首先它应该用于早泄的病人，它并不能使正常人时间延长。第二来说呢，我们就治疗早泄，既然是治疗早泄的药物，那必须在医生诊断早泄的情况下要按照合理的疗程来进行治疗。一般来说我们在使用粒粒净的时候，比如我们在使用我们同房前1到3个小时服用，我们要求规律性生活，每个月最好能服用6次以上，这可能才能出现更好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剂量也可能有一个弹性，当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口服剂量大一点，到我们比较轻的时候可能就口服剂量小一点。